哈喽朋友们，来到了海边啊，发现了一个竹节虫的洞啊，我们就可以用随身携带小耙子给它爬一爬啊，然后再撒点盐啊，就可以出来了。这种东西啊，既好玩又好吃，嘿嘿。喜欢的老铁啊，扣个888，祝你们越来越发。喜欢赶海的朋友记得加上个关注，看我直播赶海马上开始喽。来了朋友们啊，有位老铁私信我，让我拍个牛奶融化海参的视频啊，说是拍完了给我个双击。哎，我这到市场上转了6637个小时买来的这只海参啊，还把我大侄女的爽歪歪给偷拿出来了，嘿嘿。这个视频我就不要双击了，老铁们啊，我还怕热门了被我妈发现要打我了，加个关注。发现一个小洞啊，咱们掏出来看看是啥货啊，应该是海丁蝉，果真是海丁蝉。这海丁蝉非常的好玩，端沙子特别的可爱啊。有的人看到这样的视频，反手就点亮了爱心，并且加了关注，看我带你赶海。哎，不，帅哥美女们啊，这个乌贼怎么清理啊？这个非常的简单。首先啊，要把这个乌贼牙给取出来，就这样啊，非常的简单啊。然后呢，再把它的乌贼盖给它弄出来啊，用小刀划一划。有的人见到这样的视频啊，顺手就点亮了爱心，加了关注，看我赶海啊。Hello， 兄弟们，下午好。这是我昨天晚上赶海的时候，意外发现这么多海西瓜，用手轻轻一碰，嘿嘿，还挺柔软。我的个妈嘞，还会喷水！大家老铁有没有见过海西瓜的？见过扣个一，没见过扣个二。